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甲七个区公所牵手合作，共同办理一年一度万众期待的暑假亲子抢档2023台南七个海鲜节系列活动，将于7月29日到10月7日期间举办，推出七个七宝宴，酒团游七个，观光赤水仔园乌云阁体验，甲社区农业特产展售。顶精彩活动，台南市政府的表示，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七股海鲜节又要开始了哦。这琳琅满目哈，可以说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海鲜，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鲜的故乡七股来一起品尝哦。那尤其我们在炎炎夏日中间，除了大啖海鲜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水上活动，包括。啊，捞文蛤、捞猛恰吹啊，哈，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其实都很适宜啊，适合我们全家一起来，老少咸宜，不管是亲子或者是祖孙，大家一起来，欢迎来到七股品尝最野味、最有海味的海鲜。七股海鲜节就在你眼前喽，赶快报名！七股区长李佳龙对这次连续的活动做出表示。今年台南七股海鲜节，我们推出四大主题系列活动，从7月29日至10月1日。那么第一个活动是七股七宝宴，在7月29日中午12时，在七股圆山举行七宝宴活动。那么我们用现地的食材，由最近刚入选米其林餐厅黑皮石牌的中破塞来负责七宝宴的操刀。我们七宝宴有七股七宝，有石目鱼。乌龟鱼、乌鱼、海斑、牡蛎、蛤蜊，总共七种海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料理，呈现七股海产的原味鲜甜。那么从7月12日开放我们报名，我希望一桌是5500，名额120个名额，这个是第一个活动。那么第二个活动是七股鲜地小旅游，有酒团大家来游七股，由8月5日漫步西集，还会。活动第二个活动是8月6日，西南休闲农业区热火行，8月13日在首览 DIY 游戏湖，8月20日在七股七宝在哪里古坟离乡有养殖业之旅，8月27日就是盐城巡礼西湖行。这次活动主要特色是结合地方创生在青的团体，那。推广在地的特色以及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第三个活动最主要是在六口码头举行观光旅游挖文壳活动之旅，由9月16日、17日、30日、10月1日，总共四个梯次，在9月1日开放网络报名，名额就是每梯次3500名。我们这次有安排在。七股游客中心至六口码头这边有免费直播车接送，那欢迎各位旅游来参加。第二个活动是在地社区展售农特产的展售，在六口码头举行，活动日期9月16日、17日、30日、11日。那在六口码头1点到5点，那推出结合社区青农以及农会养殖业等。还有家里商圈共同来行销在地的产业以及推广观光，那这主要是今年我们本区的养殖业获得台江国家公园品牌认证黑皮牌，所以说希望欢迎大家来选购认证品牌，一起来推动整个优质生态养殖环境。以上是我们这次系列七股台南七股的活动之四大指着，欢迎大家参与，谢谢。这次记者会也访问到七股养殖业者，一声赞扬黑皮牌，七股水产品不但品质好，鲜味过，让你难以忘怀。啊，咱友善区就是讲吼，因为咱七股上名就是黑面皮鹭嘛吼，乌面阿伯。啊，伫乌面阿伯呢，差不多冬天来的时阵呢，因为咱会把水加大落去科困，啊，咱伫咧降水的过程当中吼，差不多咱维持伫咧20到30公分，吼，啊，这个深度多好是乌面阿伯伊详细好来食物件这个水的深度，吼，啊，阮就会维持吼超过5天以上吼，乌面阿伯来台湾的时阵有物件通食，吼，啊，阮伫饲养的过程当中吼，无使用药啊，吼，啊，配合台江国家公园吼，因咧配因咧做这个鸟类的调查，吼，郊外的这个调查。
吼啊配合者呢，啊，阮遮渔民就是拢配合者因的计划啦吼，啊，所以讲阮饲出来物件就是阮的温啊，就是友善栖地。啊，经过欧台江国家公园呢，因的认证吼，像这个标章，这个黑皮牌吼，啊，因的这个经过因认证了后吼，阮得当伫阮的产品大家物件去哩，吼啊，所以阮今仔就摕阮遮的物件出来，予大家看，讲啊，这是因认证过的物件呢。那我是雨堤生态渔场的点号。那我们今天带我们的产品有虱目鱼的系列的产品，跟白虾。对啊，这些产品就是有经过黑皮牌认证跟湿地标章的认证这样子。那我们那边的特色就是用纯海水养殖，然后自然赶潮不抽地下水的生态养殖的方式，所以养出来的鱼大家。就可以来品尝一下，对。我们友善栖地所养殖的东西啊，鱼啊、虾啦、文蛤啊，都是非常好吃哦，非常干净的，赞。因为咱七股吼，咱搭大北门地区吼，咱七股吼，主要吼，咱拢是用较生态养殖、较低密度的养殖方式。所以咱的物件拢足健康诶，啊，拄好配合台江国家公园吼，伊有即个友善栖地诶吼，诶认证吼，啊，搁咱的湿地标章，即你也是有黑皮牌吼，这个认证目前是五位渔民有通过认证而已，但是很不简单的吼，然后他就是台江国家公园就是觉得，欸，我们七股地区啊，有部分渔民生产的东西是非常友善的啊，然后是用生态养殖方式，然后不用药啊。然后，而且是纯海水，那个口感是非常棒的啊！海水的不管是鱼啦、文蛤啦，哈，然后都是非常好吃哦。希望大家多多享用我们那个黑皮牌认证，还有湿地标章认证的鱼产品。谢谢，赞。七股七宝宴将于七月二十九日，离七股盐山西开120多，并离七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开放网络预约订桌，每人限订一桌。回馈者每桌只要5500块。老乡们记得先笔记哦。酒团七股在地小旅行，今年要推出五梯次一日游的路线，每梯次限量40人，共计200名额。活动限定优惠价，每人只要850块。原价1300块到1500块，七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1点开放网络预约报名。第17年观光赤水洋挖文革体验活动，9月16到17日、9月30日、10月7日办理，共计4天。采网络报名，将于9月7日星期五上午9点开放线上报名。每天开放3500名下水体验，现场也会规划社区农钓产品的展售单位。相关活动内容，接驳车、停车、交通动线等，目前仍要在规划中。后续的活动资讯也公告在活动的网站。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